最终的球季可能会到 CBA 去打球，哦 ，maybe even back to SBL 还是 ABL 这样子的联盟。那刚刚你有提到说你没有想过，但现在在之后的过程中有没有这样子一丝的一些想法在这当中？我有 ，I mean， 从可能五年以前已经开始考虑，我什么时候要在亚洲打球？五年前就在想。对，我觉得我遇到就是每年来这个亚洲行有那么多粉丝， right.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到最后我一定会打几年在亚洲。我觉得球粉丝看 NBA 的比赛。每天早上看，不能在这个球场真正看，我觉得非常可惜。所以我一直说，如果我身体健康呢，然后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回亚洲打。所以也是一定会考虑。当然我最大的梦想可以是跟我的弟弟一起打。哇、谢谢天主啊！不是，当然也不会就是只是照这个方法去可是我也是希望。我退休以前，希望可以有一天可以跟我弟弟，11号、2号一起打球，这也是一个梦想，可是当然，全部都会考虑，然后我也是觉得到现在我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我真的想很快乐打球，因为有时候。你去一些球队或者有一些就是情况，你知道如果加盟这个队或者我去这里或者我帮为这个教练打，我可能不会那么高兴，我可能不会那么快乐啊。所以我不是想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我就是希望我会慢慢决定，然后考虑全部我的选择，然后到最后会选我自己觉得我会在哪里是最快乐的，快乐为主。